天影啊，爷爷今天做了一个传统老派的山东烧鸡啊，这个别人呢都是煮，我是蒸，更加鲜香滑嫩。对，哎，我又炸了一下，炸了更香，这鸡皮更香是吧 ？OK， Hello 啊，老少爷们们，大家好，我今天给做个家乡的烧鸡啊，来了，小静来了。三黄鸡啊，首先咱把这个水分呢给它吸一吸啊。吸的时候最好选那个小笨鸡啊。哎呀，那笨鸡更香啊，是吧？对，咱这鸡没有那个鸡好。好啊，是吧？我们山东话讲话那个好歹呀、啊。好歹、啊。这个鸡我选的里边还有点鸡油啊，这样做出来是不是呀？还香。还香啊。嗯。擦干。哎，擦干这个糖内啊。糖的也是，咱们去完糖了啊，去完糖了，擦干呗，擦干。这个油啊就不要去了啊，哎、把这个爪子给它憋进去啊，哎哎，把这个翅膀呢，我们就是顺着这个缝给它插进去，这杀鸡这个刀口，给它从嘴把翅膀穿过来，给它定定型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抹上点酱油，对，哎，上色啊，上色，哎，这个酱油呢，哎，给它涂抹的均匀啊，也是有点底味儿啊。对，这是今天山东烧鸡的所有的香料，香料啊，这个呢，我一定给你打到屏幕上，交给他们啊。这两样东西呢，我得给它拍一下，这是草果，哎，更出味儿啊。草果给它拍松，这是栀子。鸡下味又上色，朋友们在家要买不全的话、嗯、可以买有成包的、啊、里边都有各种料，那个成包的也可以，对，到这袋里再洗一下子，哎，再洗一下，包了，筷子插进去迅速冒泡，这个温度就算可以了啊，咱这鸡炸一下啊，炸一下啊，先聊、哎、这聊的时候慢慢聊啊，这啊给这中火炸就行哈，可以。哎，给它下进去，炸这边，哎，这个油温让它慢慢变色啊，这样啊，注意了，不要上太大，颜色。哎，炸这边，这个油温呢要掌握好，炸的进色不让它重。鸡的表面能形成一个硬壳啊，这样酱出来之后呢，非常口感好。现在咱就是小火，再翻一翻啊，再翻，对，炸大了那皮还裂呢。对啊，大火别裂是吧？颜色上呢几乎一致。炸了大约5分钟啊，看表面已经形成硬壳了啊。哎，薄薄一层出来了啊。对了。捞啊捞，好嘞，还有一点的是吧，这个糖类的这个油我都控出来啊，控出来，哎，这颜色倍儿美观呢、啊、把这个料包碗里头啊，好嘞，哎，葱姜，大块葱姜啊，香菜先不闻啊，这是干辣椒啊，干辣椒，这个汤啊是搁老汤，对，酒店有老汤、哎、老汤，在家呢咱也没有老汤，咱就白水，但是味道让它还得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因为咱选这个鸡今天有鸡油啊，对，见水什么酱油，酱油啊，好了、啊、好了，不能闻太多、啊、好了，哎呀，太多了不行啊，这一点点老抽啊，哎，老抽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这就可以啊，盐3勺，3勺啊，1个2个3个，哎，白糖，冰糖20粒，好嘞，还一样没闻呢，山东的黄酒，黄酒啊，这味儿好啊，哎呀，这味儿我跟你学吧，那、啊、老好了，我可爱喝了，热一热啊，咱爷爷搁点冰糖，来呀，哎呀，对，最后哈、啊、我们把香菜扔进里头，整根的香菜啊，对，整根的，你看这皮现在都脆了啊，对呀、啊、把这汤往里头哈、啊、倒里头，
开锅了啊，我们把这个盆儿放进去。好嘞，但是我得尝尝这个汤啊。对，哎呀，其他味儿都行，就缺点饭。来多少只？再来点汤。好嘞。OK。要不蛋就没有滋味儿。对了，为了让它都接触啊，味道先飘起来，给压下去啊。压下，哎，压下去。好嘞。OK。开锅，转中火蒸。转中火蒸。好嘞，现在开了。开了，转中火，一个半点过去了。我给它开锅。哎呦好，这家这小汤正清啊！现在呢，鸡的成熟的程度已经够了。对，哎，就是让它入味。对，这个就是说，想当年我接待乔石的时候，在五大连池啊，我就给他上了一个山东烧鸡，但是我是给他去骨的，装碗里扣上。乔石呢，一个是吃了这个鱼，加上熬鱼表扬了，再一个是那个鹌鹑蛋馅饺子表扬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再一个就是他。宾馆的门口啊，跟我俩唠嗑，他就问说：“李叔，你老家是不是山东？”啊，我说是，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你做这个山东烧鸡挺地道，哎，证明咱做的这个他吃好了。哎，这个是当时凉菜上的是吧？哎，凉菜上的，焖了半小时啊，我们现在把它请出来了。哎呀，这家不敢动啊，哎，还保持这个。原型啊，对呀，就要这个原型。晾凉吗？晾凉。漂亮，这鸡颜色啊。这骨头，全部卸掉啊。对，骨头给它卸掉。头和脖子不上是吧？哎，它这个上这个脖子和头呢是不太礼貌的啊。好，倒过来。哎，漂亮啊！全是肉了，这个。哎，这全肉，我们宴会就这么上。哎，漂亮啊！哎谁呀、啊？兔孙儿第一口啊！哎呀，这家这么嫩呢，滑嫩不？嗯，这里边还泡着有汁水，特别有味儿。这个鸡我们一定要选，什么三黄鸡和清远鸡都可以。嗯，收拾干净了之后，小笨鸡儿行是吧？小笨鸡儿更香，那更香。收拾干净了之后啊，就是我们先是炸，对，炸很关键。抹上蜂蜜也行，抹上这个酱油也行，炸的色儿不要太深。嗯啊，然后呢就兑调料，这个调料呢一定少不了这个葱姜香菜，再加上我说这些香料。对，哎，蒸呢一定要掐时间，一个半点儿，差不多就可以了，根据鸡大小啊。哎，这样的话出来的鸡滑嫩啊，不柴。嗯，关注老饮记，每日烟火气，吃山东烧鸡。